谢谢主持人小师妹哈、哦，还有那个小师弟，我们敬爱的李厚山老师，还有我们远道而来这个北区学会学的创会长，还有那个吴俊宏副会长，读书会副会长，还有我们桃园学友会陈国玉会长，还有萧瑜婷总干事公会长。我每一次都有来参加我们的周年庆哦，真的是很感谢他们。还有我们中区学友会的热心的干部，还有我们的会员，大家晚上大家好。好。很快哈、哦，也很开心哈、哦。我记得我们周年庆刚举办不久哈、哦，